家好，我是庄维林，那我现在任职于高雄市交响乐团。那我今天来到 Trail Music， 我为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挑这个调音管。那这调音管的牌子是 Schwenker and Staeger， 它是一个德国的厂商。那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呢，是在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呢，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个整支的一个是 Schwenker Staeger 的竖笛，那我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那他就给我这个调音管给我试了一下，我觉得我当时用的是Festival 的竖笛，那我觉得它对我的一个声音的投射还有这个共鸣的程度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就是念念不忘。那我到日本的十声乐器之后呢，然后就去试了一下，他们有非常多，后来就挑了一颗那确实对我在刚开始在高雄市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奏上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接可以看到，就是大概有这些不同的材质这样子，所以那我比较喜欢的是黑木的材质，但是我觉得红色的这个木头呢，它的音色也非常好，所以我刚刚可以大家可以听到我刚刚在示范的一些段落，它其实它的大声的部分它表现得非常有穿透力，那小声的部分呢也声音也非常甜美，那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会选用这个调音管的原因，这样子。OK， 那我今天我平常是用黑木的一个调音管，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就是红木的这个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黑木的话，它的 power 会更强。那红木的话，我是觉得用在我的 A 调竖笛上面呢，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那我们先听一下，就是比较柔的段落。OK。第一段应该是用降 B 调吹的，我是懒得换乐器，所以可以听到它的小声的控制力是真的很不错，让我觉得说不用特别再去做什么太多的东西，让你觉得，因为我们在台上演奏其实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比较安心一点，这样。那至于比较 forte 的段落，比如说不同的材质，它是有些微不同的一个个性的差别在，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音管。